處理一地兩檢嘅時候，係唔會令到香港特區範圍裏面嘅土地突然之間係冇咗。呢個係好清楚，我希望唔會有任何嘅誤會。內地口岸區咧，將會係被視為香港特區區域範圍之外。香港特區區域範圍之外。範圍之外。而因為內地口岸區喺法律上邊視為香港特區嘅區域範圍之外咧，所以頭先先前提及過基本法嘅相關條文，包括第八條、第十八條同埋第二十二條嘅規範咧，將會係唔適用香港特區區域範圍之外。